天会有人去游泳，减少了一点暴雨。不是，就当时我给你，每天吧。对，每天我们两千二。对，每天我们两千二，但是这个是之前的嘛，他们后续财务那边给出的2018年到2019年上半年是1100，然后后来。不是，关键是为啥？他那个是不算那个参与服务的。1100是包含参与。没有，他那个补助是吧？补助就是参与费，参与费包含。参与费不？他那个多少钱啊？这个是补助在一起的，他这个是什么？1200嘛，1200上一些算的。啊，就那个新的那个，新的那个是吧？是啊，不包就不包算。还有那么多人呢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把实际的数据给这个市场部，他们同不同意？我们按照数据数据来走啊。那个 PMS 也拉了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齐盛这边几个项目，主要是不是你在那边管吗？啊，他是啊，他的合作方式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是集团招还是平台还是什么？啊，他们是做软件的，就是做平台的。啊？就齐盛相当于是他们和我们只是一个合作甲方这样。啊。